谈笑风生，金宝夜话。今天咱们继续聊行家这个概念，继续聊 Ashkenazi， 就是斗智斗勇 Ashkenazi。哎呀，确实，他是在西方人里面做中国古代艺术品的一个旗帜，成就很高啊。而且他的客人呢，一般的都是很重要的收藏家。嗯，我们都知道那个美因堂，就是瑞士美因堂啊，那个收藏家非常了不起的中国陶瓷收藏啊，中国古代艺术品收藏，包括十面灵璧身房，对啊，美国的十面灵璧身房，对，然后都是很了不起的成就。他的客人除了这些大收藏家之外，还有一些，比如说法国总统希拉克，然后一些皇室，英国皇室，还有一些，还有博物馆。而且呢，他的博物馆这个，他给博物馆买东西，他有个宗旨，他跟我聊过，他说我给博物馆买东西，我不光不挣钱，不光是这个挣钱的事情，我有时候我卖给他们东西，还要卖比别的客人还要便宜，然后呢，还要垫资金，因为博物馆是有理事会的，对，他是批这个资金。它是周期要长的，就是说它承担着给这种资金的周期长，而且价格可能获利更低。它为什么要给博物馆做这生意？它要树立它自个儿的学术性、专业地位。在这个行业里边，我是给大英博物馆，我是给哪些知名的博物馆替他们买东西的？对，所以你看早期像卢芹斋那时候也是，对，就很多东西甚至就是说送给博物馆的，对。那我们去那个美国堪萨斯城的内纳尔逊博物馆参观，就是他给我们看了一个壁画，壁画他们接出了两层，就是前面一层呢是宋代的，后面那层是五代的，就是那个壁画就是当年卢芹斋送给他们的，就是他们送了很多这个东西给博物馆，然后跟博物馆可以构成一个良好的一个社交关系，那对于树立自己的地位有很好的一个推动作用。另外呢，就是说他除了就是说给博物馆提供货源之外，帮博物馆采购，他自个儿有自个儿的学术团队，对，他不是一个简单的买来卖去的一个古董商，对，他自个儿的学术团队里边有牛津的博士，对啊，那位台湾的王女士在他那儿工作了几十年，啊，是牛津的这个艺术史的博士，而且出图录，免费送给客人，经常自己的公司在这个每年的春季秋季拍卖季都出自己的这个展览图录啊，然后他把他的店设置在这个伦敦最繁华的那条街上，是一条商业街上啊，所以说他自个儿把自个儿做出了一个形象和品牌，对啊，其实这个从十九世纪末就变成了一个海外古董商的一个大古董商的传统，就是山中定次郎，他就是说他在美国十九世纪末的在美国就开始说做图录，然后呢免费赠送给客人，有的时候呢还特地精品，特地还拍成照片，因为照片比做图录要贵，加在图录里寄给重要的客人，对，那变成他们一种经营销的方式。那我们现在就我发现很多国内的这个古董商开始向这个方向去学习，无论做展览也好啊，做出版也好啊，也好，跟博物馆的沟通也好啊，其实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进步。啊，但是我还是想说点俗的话题，就是西方的这些大的dealer也好，大的古董商也好，咱们就说 Ashkenazi 也好，他们的经营模式说白了，他们赚钱，他们对于利润的这个期望值，他们赚钱的这个模式和他们甚至他们帮很多客人买东西，有一点他们绝不白白的提供免费的无偿的服务的，对不对？他们是要收佣金的，对，这一点我觉得跟咱们中国的行家，因为中国行家包括我见过咱们张大行跟客人就是好像不好意思挣别人太多钱，差不多就行了，但是他们是有明确的一个利润，这个分得很清楚的，这个怎么看，这个分得很清楚，在商言商，在商言商，中国的古董商也好还是西方的古董商也好，大古董商和这种小古董商一样都是逐利的，对，商业一定是要追求最大利益的，对。那么通过我跟 Ashkenazi 打交道呢，就是
我买他这件军妖鞋的之前呀、嗯、不是第一次去就买的这件东西，嗯，我也买过他其他的东西，嗯，我买过他康熙江豆红的印泥盒，嗯，我买过他钧窑小杯子，嗯，南宋小杯子，我买过他几次东西，嗯，这个跟他打交道的接触的当中呢，我觉得有一个道理是很明白的，嗯，都是看人下菜碟儿，嗯，对你跟他打交道，他也是在看你是什么样的客人，嗯，嗯这个古玩这行业啊。就是懂不懂很重要，嗯，这个跟有时候跟你兜里钱多少是两回事儿、嗯、对啊两回事儿、嗯、因为那个后来我们跟他交流也是他会跟我聊过，就是说我们看不懂你中国人哪个是大老板，嗯啊对，因为中国这些年经济发展了，有很多有钱人，对啊，就是这个很有实力的收藏家啊，那我有些那个我们分不出来哪些是做生意的人，哪些是有钱的收藏家、嗯啊，还是哪些就是，看热闹的。对，那么，但我只能是，就是跟谁都很热情。对，就是怎么能跟他沟通？就是说，你有具不具备一定的专业知识？嗯，你跟他在交流的当中，他知道你懂不懂？你懂，你在跟他讨价还价的当中，嗯、这个。他觉得你懂、嗯、他就会把他的姿态放低、嗯、是吧，这不是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就是过去有那种就是进古董店，就是他先给你看一件来测试你懂不懂，对，所以我认识香港行家，就是他管这种古董叫他管的就交手、嗯、就跟那个武侠小说那个两个人见面先打一架一样。 你说对了，我第一次去他店里边，他就拿一件东西考我啊，说说什么东西啊？这件东西呢，严格的来讲啊，这个因为这件东西还在市场上流通，嗯啊，我就不去说具体什么东西了啊。这件东西是一件反清民国的仿品，嗯，但是呢，也是在国外拍卖会上出来的、嗯，出来的呢。然后我第一次去，然后他说你比较喜欢哪一类的东西？嗯，因为他开门都是客嘛，也很热情。然后呢，有的人去了就被这种热情给吓住了。就说这个这么热情，我不买东西到时候多丢脸呀，就不敢看东西，不敢上手看东西，不敢讨价还价。然后我说我喜欢清代的单色釉啊，就是因为这个你不可能说我上来以后就是这个你我都要看什么都要看，所以你肯定会有一个方向，有方向所指。结果我拿出一件东西，这件东西呢我一看一目了然，这个东西呢就不是清三代的单色釉，就是晚清民国仿的、嗯、那么这件东西呢在他那儿呢应该也存了不少年了、嗯、一直也没有卖掉，嗯啊，他肯定新去的新客人，对，他可能自个儿心里边也打鼓，对，就是可能知道这件东西它不是他最好的东西、嗯、他也想把这种不是最好的东西卖给新来的客人，也做一个测试，做个测试啊啊！然后呢，那个我呢就是比较理直气壮的，因为这个东西呢嘛，就是那个这个在行业内的地位也许有高低，对，但是在一件器物面前，我们的认识没有什么高低，我就给他指出来这件东西，为什么我看不是清三代的？我插一个我特别感兴趣的问题。嗯就是当他拿出这件东西给你看的时候，他有没有先跟你说这是一件什么年代的东西？没有、嗯、啊，对，他是让你自己看，让自己看，对啊，我说我这个东西我看不太好、嗯、啊，我觉得不是18世纪的，嗯啊，我就说到点到为止，嗯啊，人家很痛快的就把东西就、嗯、收起来了，知道行家知道了啊，行家来了，这个是行家、啊、是行家离手来了，对对对啊，这个行家一伸手。贬值有没有？所以老外也是这样。对，所以说他这个你在跟他下面的沟通的来讲，沟通的时候呢，他会重视你，嗯、是吧？就是说，这个他这个重视不是从你就猜测你兜里有没有钱的重视来讲，他遇到对手了，嗯、啊，就是遇到这个懂的人了。对，因为懂的人才会真正出钱买东西、嗯、啊。就是说，你不管是这个没有一个人说对这个古玩艺术品完全。不懂的人进门就要买东西的、嗯、没有，所以说来的这是正经买东西的客人、嗯、啊。那么那个通过这件东西这个交手，那么他互相交流之后，
那么慢慢就他有了一，有了二，有了三啊，这样慢慢跟他买有了一来一往。就是很多人在这个就是出去见到国外的古董商，心自己心里发虚。我倒没有这个，这个我为什么不发虚呢？因为我不懂英语。啊，我那个，你带翻译吗？有朋友帮我翻译，而且人家店里也有会中文的，会中文的，会中文的。如果我用英语结结巴巴跟他沟通啊，那会发虚，我发虚。气场和语言场已经被他不一样了，对啊，对对。再加上我这人天生脸皮厚。是吧？然后又就是咱们实事求是的嘛，对啊，跟他讨论这个东西，然后讨论东西的年份，讨论东西的这个好不好，讨论东西的价格，是吧？你这个你很有底气，啊，这就避免了一些即使很有钱的老板，还有就觉得人家那个有着如何的高的成很高的成就，对，就在他面前就是心虚，对，完全没有必要，对，完全没必要。我觉得这个什么生意，不光是古玩生意，还是其他生意，都是一种心理上的博弈，对啊，都是博弈。那么之前买过几次小东西，也都这个就是因为大家都有的聊嘛，对，就是这个对古董的认识啊，还有那个沟通当中也会有很客气，然后这样的几次熟了以后，这个慢慢价格呢他就不跟你会瞎要价钱，啊，而且老外的古董商呢他是这样，他们定那个价格呢你是有时候你会看就很高，但是他不会跟你说漫天要价，对，不会说今天戴老师来了我跟你要一个亿，明天你来了我要两个亿，对，不会是这样的，哎，他是一定要想卖的，哎，他不说有我们，我觉得国内有一些这习惯不太好，就是他不知道该卖多少钱，对，到处询价，对对，一般的有一种行里有这种说法叫拉抽屉的啊，是一般古董商是这样，就是国外的古董商是这样，就是说他在买的时候是多少钱，他加上一个时间成本，对，他会那个他自己算一个利润空间，专业成本，哎，他会有一个加价幅度，对。这个老先生，那个埃特纳基先生已经八十多岁了，对啊，八十多岁了，八十出头吧今年，然后这个我们俩聊天的时候也经常交流，虽然通过翻译嘛，他比我大两天，这只是比我大这个生日大两天、然后整整差三十岁，差三十岁。后来有一次我又想买他一件那个康熙的那个苹果尊，天蓝釉的苹果尊，苹果尊那也是名品，也是名品啊，很完美的一件啊，然后那个开价100万美金啊，100万美金，然后讲讲价90万美金，我还要往下聊，结果那个老先生也是老顽童啊，然后就是俩耳朵一捂，不听，躲到一边去。你去吃了一次亏了。他知道我说英文，我跟他讲中文嘛，他讲英文嘛，对，他就做了个这个手势，来俩耳朵一捂，又不躲到一边去，很可爱。所以说，作为他来讲呢，其实呢，就是说，功成名就的这么一个大的收藏家，大的这个古董商，享誉世界，然后做了那么多的这个经手了那么多中国古代艺术品，有时候他其实不跟你计较一成一地的得一得失，一件东西的赚多赚少对他来说不是问题，对，他主要是卖的一个心情，对，我看你顺眼，我跟你沟通的愉快，然后我这个都是货卖十家，对，货卖十家。但这个话说回来，就是咱们说到这个，我刚才特意说到咱就是 Eskenazi 也好，包括咱们知道 Martin 也好，这些西方的大滴了大行家，但是不管怎么说，你懂行不懂行也好，你怎么样也好，就是他们的经营风格啊，就是我不知道用什么话来表述，但是我用一个简单的话，就是我觉得啊，相比于咱们中国的，或者说尤其是中国咱们大陆的行家来说，他们的经营风格上还是比较硬朗的。对，守规矩是有。一个可能守规矩，还有就是我举个例子，就是你是在 Eskenazi 手里买了这样一件东西，大概我听另外一个台湾的大行家说过，那若干多少年前了，他跟 Eskenazi 在纽约苏富比的拍卖场上，竞拍一件，就是两个人抢一件东西，结果是被不是 Eskenazi， 是 Marchi 买到了16万美金，那么他是出到15万美金，然后呢16万美金落锤给 Marchi 之后呢，他想了一想，觉得这件东西呢还是有点可惜，然后隔一个月他去了伦敦啊，
到 March 那里说我还想买这件东西、那你要多少钱、那么他的按照他的想法，你刚刚买来才一个月，对吧？16万美金，你肯定是要挣钱。那么他的想出的这个可能你会开出的一个价格，他认为的心理价位大概是18万或者20万美金。嗯，但是人家 Martin 一开口就是40万美金，嗯，吓一跳，就说你为什么你16万美金买来你要卖40万美金？嗯、人家。那个 Martin 就说得很清楚，是我是16万美金买来的，但是我的专业能力和我的专业知识把它买到以后、现在这个东西就值40万美金。对，所以那个行家也是受了一个受了一次教育。我也犯过这种错误吧、啊？对、啊，就上次跟戴老师讲的那个，就是那本那张那两册页两个册页嘛。对对 对。然后当时下一口我没买到，在伦敦邦汉斯，32000镑还是34000镑、买家是35000镑、隔了一天就要我7万镑。对、啊，他们那个国外的古董商是这样，就是说，他们除了这个比较注重学术研究之外。然后他们比较拿得住货，对对，拿得住东西，拿得住东西。中国的行家 dealer 跟国外的 dealer 的区别就是，中国的行家比较浮躁，浮躁，对，也沉不住气，跟基础有关系，跟基础有关系，都是第一代或者说是 对，没有经过这个资本的沉淀。就是这个很多人都是在左手在希望着左手进就右手出，尽量挣快钱，对，要最快的时间对来这个又体现它的这个经济价值。这个他们国外的古董商就是这个包括就安森纳蒂讲过一个事情，就是这是不是他跟我讲的，就是说他接受别人采访，那个我看到的就是说他认为7年是一个黄金线。嗯，就是说这个你买到印东西放7年之后，然后是一个售出它的最好的时间，这会有一个相对来讲艺术品的一个峰值，对啊，就是说，我买到以后至少拿7年再出售它，嗯，对啊，那么当然7年，这是这个比较一个黄金时间，那么也许时间更拿的更长，它增长的是增长，尤其是现在资讯发达很快，资讯普及率很大，有可能你要变成10年，嗯，就大家10年作为一个周期来计算，所以说这个国外的 dealer。跟中国的古董商行家最大的区别就是他们更拿得住货。嗯，那么在学术这块做学术研究这块，那么我们在逐渐的向他们靠拢。嗯啊，因为我们还有自己的优势，对，比如说我们国内有窑址，有出土瓷片，有这么好的学术氛围，我们这个在逐渐的跟那个欧美这部分应该其实我们是属于说领先于欧美的，是后发先至，对，哎。而他们的长处在于资料的整理，就是过去老资料的整理他们强于我们，尤其海外资料的整理强于我们，强于我们。但是后来新的资料其实他们拿到手，因为你要把它翻译成英文，那他们最新的研究成果反而比我们弱，最新的窑址考古成果，对，最还有瓷片这些标本，他们是没有我们的这个在国内的优势，但是他们的在经营上理念上的跟我们最大的不同就是他们拿入的货。难分真与假，人面多险诈，几许有共享荣华，善伴水定不分差，无知井里蛙，徒望添身价，空得意目光如麻，谁料金屋变败瓦，名里有树，终须有，名里